战败国德国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确定瓜分惩罚这个战败国，所以就把它分了。分了呢，东德地区是苏联占领区，西德地区 West German 是英国、法国、美国占领区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到这都有英文哈。东西德国边界在这里。OK， 这是瓜分的整个国家，像一块肉被战胜国家分掉，分了大肉，同时1945年再分一块小肉，小肉就是德国的首都柏林在这里，因为它是首都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，所以他们也要把它再分吃一块小肉，反正大肉要分，小肉也要分，柏林也被分成4块。所以呢，黑色的部分就是苏联占领的，刚才一直说叫东柏林，黑色部分有没有看到？东柏林就苏联区哈，黄色这一块就是西柏林，美英法的，所以这也是4个小块部分。OK， 本来是说同时管制，这个德国跟柏林4国共同管制，哈，后来1949年因为美苏之间冲突分歧很大，才分裂成2个国家，有了边界线。分裂2个国家以后呢？西柏林就被孤立在东德，已经有边界了，就是形成了一个东德西德，西柏林就孤立在完全是独立的一个东德里面，有一个属于美国的地区，明白吗？这个西柏林叫民主的孤岛。1989年你们看到柏林就是这样子，那这里就是西柏林啊，就是这个放大就是在这里，了解吗？好，西柏林就刚才我们来的北苏，我们刚才到达的是西柏林，这就是东柏林，啊，因为东德人民都要逃到西面去，但是有边界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法逃到西德，所以就逃到西柏林去，投奔美英法，所以就后来1961年东德政府在无奈的情况下，封住这个，东德要逃亡的地方，就封住西柏林，这就是围墙。有看到吗？啊，这就是28年围住的围城西柏林。那里面的人啊，外面的人不许进去西柏林，但是里面的人是可以出去的，只是非常不方便。出去就是坐飞机，刚才说过，飞过领空，飞回西德去，飞行来来往往飞，这是一个途径。另外就是陆地出去的一些通道，所以这些点你们看到。就是可以出去的通道，是里面的可以出去，外面的人不允许进来，外面的就是东德人，禁止他们投奔西柏林，不能进来，了解这个事情吗？ OK， 在各个通道当中，我们现在说的第三个查理就是这里，清楚吗？ OK， 就是有了陆地的通道哈，其实这是通道东西柏林哈，真是出去的话是这几个，通过东德的地区回到边界，然后再回到西德，就没有被敲破，而是把它修好，还画上了油画。这里从这里开始一直1.3公里，或者叫1300米，这是围墙剩下来，就这一段是最长的哈。别的地方刚才看就是过去的地雷区，左面就是当年的电网。好，过你看工地这么多，所以来到东柏林，你就会发现那种30年的建设，10年前建的，那我们就会看到后面这条流过柏林的河叫斯普雷河，河的对岸才是西柏林，河当年也是有这个警卫防止东的人爬墙游泳游到对面。你看左面的建筑都是新的。哦，兄弟之吻哈，右面我的右面有没有看到？等一下回头再看一次哈。啊，这两个人就是刚才说的，Blazlev，Brother Kiss。